哎、欸，挖出一个箱子、欸，哎，这里是哪里？哎呦哎呦，关卡插入，哎咻哎咻，挖出来挖出来，哇哇哇，我这边直接挖通嘞、欸，<笑>有捷径了，我抓到捷径了，插一根火把在这，居然有捷径，太好了！ 太棒了！那样子我想要铺一条路过去，有捷径真好。这样跳得上来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！这样子我是不可以继续挖、啊？有捷径，继续挖。哎、欸，不知不觉又走回来这里哦。那趁现在我有一点方块，哎、欸，挑战一下啊！ 不要放弃啊！不要放弃啊！把石镐放进去，拿六格好不好？一次推进六格就好了，愿望多渺小！哇哦，哎，一次推进一点点就好了。 愿望真渺小，打架！他掉下去了，太好了，我可以跳过来了。啊不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还可以跳，还可以跳，不要放弃！哎哎，我被他挤下去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 哎，刚才忘记设重生点，又要再走一次了。好了，我又回来了，再来挑战。好不容易又走回来了，每一次放一点方块，哦，到最后我用走的就不用一直跳了。不会跳，不用跳，就不容易凋零。不凋零就不容易死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有有。 哎、欸，你们人呢？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，我到底要去哪里？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啊！哪里才有我要的东西？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也不知道往哪里走。垫几个方块好了。对，要去哪里？跳下去看看好了。这个箱子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雷电苦力怕，里面是中介珍珠哎、欸。 可是箱子被炸烂了，箱子被炸烂了，再走再走，27个，所以不要拿13个，一次一点点，这样有死的本本钱。哎咻哎咻，好，我们现在打快攻了，打快攻，哎、欸、箱子没爆哦，这里有防爆，哎咻，跳到这里。 这里没这么多啊！没有放方块，太浪费了。可恶！再拿4个，走旁边。哎，没跳好，要死了！两刀就被砍死了，两刀。哎，真的一个方块都没放哎、欸。 是不是应该要垫过去啊？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用垫的，就用死去换，死亡推进这样慢慢垫，一步一步往前，不要怕死，走走走走走，又走到这里了，走走走。 苦力怕，苦力怕在那。这里，我想先去拿那个箱子。哎咻哎咻，这里跳下去，跳下去应该不会死吧？会会会会，这里都是雷电苦力怕，没有东西防御啊！没有东西防御，我好想拿那个东西哦，怎么那么难拿啊？而且刚刚下去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箱子。
是不是那一个啊？下去的时候看到的，是不是那一个？哎咻，先过来一下，是不是那一个啊？嘿，来了，中介珍珠两颗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那个箱子？我去，哎，被炸死了，球还没着地，先死了。哎，球都还没着地，小说已经丢出中介珍珠了。放弃跟他正面对决了，我们一直往下跳，嘿，哦呦哦呦，那个箱子是吗？很近嘞，有机会哎，有机会，拿死稿去跟他们拼命好了，我们现在换一个方法。哎、欸，砍爆了哈！嘿嘿嘿，哎、欸，他掉下去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能嘿嘿嘿了，不能再嘿嘿了，不能嘿嘿了！我要做一个临时避难所。咻哎咻，这样，这应该蛮临时的，可以紧急避难一下。哎咻，跳下来了！紧急避难，紧急避难！哎、欸，这个垫不下，垫不到。哇哦，这个也不行。哦，我的中线珍珠在这。哎、欸，拿得到，有机会拿哎、欸。回去拿一下。我要飞下去了。哦咻，中了。可以看里面是什么了？哦，白色羊毛，终于啊！啊、哦，可是要怎么回去？要怎么回去？还有，如果15次都失败，那这个白色羊毛是不是就都白费了？如果我15次都失败哦，这里有那个，哎、欸，所以我要赌刀放进去，看手速了，好，成功了，可以去自杀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我们拿到白色羊毛了啦，可以回家了。终于啊，第一个啊，第一个羊毛啊，开心呐、啊。终于突破了，在这边东绕西绕，绕了好久。那个中介珍珠真好用啊，秋风还蛮准的。好，白色羊毛，我终于可以派上去了。放鞭炮了，终于啊，哎。不容易，真的是不简单呐、啊！我要继续努力喽，继续找这个，往这边开挖，继续努力。啊，我真希望上面也有重生点按钮，我就不用走这么远了。每一次走这个也会累，好累哦，死了又要重走，真辛苦。干脆不要走好了。我们在这边挖通好了，挖通是不是有机会？刚刚也是挖通啊，计划通有没有？都用挖的，秋风不打了，都用挖的，计划通。哎、欸，好像挖到鸡眼呢、欸。不能这样搞哎、欸，这也是机缘呢。哇，作者阻止我们计划通哎、
作者阻止我们计划通哎，一面的机缘过不去啊，被阻止了，看来只能走上面了。秋风被阻止了，计划通失败啊，有你的，我们不能放弃，好不好？换这边，我走了比较上面了，这个在出口附近，换这边计划通好不好？打死不哎，这里也不行啊，全部都是鸡眼呢，哎，怎么这么一大面啊？这个鸡眼也太高了吧？就到这里哎，就在这边，薄薄的一层，太邪恶喽，太邪恶了。那换这边挖下去可不可以？这里应该就没有了吧？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们计划通？哎呦哎呦，这里可以哦，这里有机会哦。哎，我还是被他丢到了啦，要死了啦！中一次凋零就死了啦！我只被他药水丢到就死了，真可怜！哎，回来捡个物品也被凋零到了，他丢的也太远了吧？他丢的距离也太远了吧？好，我要冲过去了啦，我不跟你计划通了啦。我冲过去了，不跟你计划通了。我本来想说挖三壁的，之后再努力好不好？之后再努力挖三壁，先过来。哎，我不想走地下嘞，可不可以直接走上面啊？我可不可以直接走上面啊？我不想走地下嘞，那个。一路铺一条路过去好不好？干嘛那么辛苦？这边有石头啊，我们不走地下了好不好？等一下火把插在这里，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计划。那个正常玩的人何必呢？对不对？我的计划就是挖一大堆石头，直接铺过去，然后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这是我的计划，而且它旁边还有生怪砖，看来作者有在防这件事情。不过我们没在怕，我们就这样挖过去。哎呦哎呦，好好好，就从这边开始，这边应该离这边最近的距离吧。45格铺出去，哎，都绕过这些所有的生怪砖，跟你。拼了，秋风跟你拼了！你们不是射弓箭远距离的吗？没在怕的，跟你拼了！哎哎，我觉得在20几格应该就到了，回去再挖一点，在20几格应该就到了。我们快要到了，好高兴哦！快要到了，再铺一下就到了，再铺一下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又挖了44格，再铺一下下就到了。即便我现在被打死，我也觉得没这么可惜。反正钻石砖都喷过了，没再怕的。哎呦，一妖一，是一妖一。可恶家伙，竟然是伊欧伊，是伊欧伊啊，太邪恶了，防我们在外面挖，竟然防成这样哦，
了不起，知道我们会从外面来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外面来这一招是可行的。我每一次只要多垫两个方块，我就赚，好不好？多垫两个方块，我就算赚了。